蒜头、洋葱还有九层塔，加到比我点的咸酥鸡还要多，这真的实在太扯了，太嘎好矮嘿美森。今天带你们来到位于台南安平的卷咸酥鸡，这位是大老板。来到这里怎么点餐呢？就是把台面上的都夹一份就对了。他们家的每个品项都非常具有特色，而且种类非常的多，目前吃下来无雷哦。老板从一开店手就没有停止过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时间下锅，却都能在同样的时间起锅，这真的是惊艳。他们家的炸物吃起来不会油腻感很重，定期的更换新油也不会有油耗味哦，炸起来的食材都很漂亮。卷咸酥鸡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好像不用钱的配料哦，超香的九层塔，带劲的蒜头，还有超级解腻的清脆洋葱，这样满满的一份，不瞒各位说，多到我的洋葱和蒜头隔天还拿去做菜爆香哎。这招牌的甜不辣非常的脆，一根接着一根，还有人人必点的鸡肉串，腌料非常入味，香的迷人。他们还有超多好料，真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介绍不完哦，各位你们去帮我吃吧。